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今天的目光就是你角落的包包，展示你的包包里的东西。你的团员当中谁的包最精彩？你最期待？哎呀，我的妹，还有谁呢？超越的，我觉得包里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，也说不定。对，不带包。首先呢，钱包是吧？然后呢，还有纸巾啊、湿巾啊什么的。还有呢，就是平时不是补妆啊、眼影，然后天气比较干，一般就用这个唇膏，然后还有一些补妆的是化妆品，这小瓶香水，还有充电宝，还有纸巾，还有耳机，我会用一个有线的耳机和一个无线的耳机，然后家门钥匙，还有一个零食，还有白醋糖，还有一个项链，还有的这个是按摩椅，用来按摩的，就没了，没了。你的那个大包包里面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是你自己有，但是其他团员都不会有的东西？哦，大白兔奶糖。为什么要带糖啊？因为我挺喜欢吃大白兔的，然后有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会想吃一颗啊，然后就会放在包里。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很尴尬的环节，请把你的东西默默地收回你的包包里。OK。